講真嘅，足球對於我嚟講，又未去到好誇張，話係我嘅生命咁樣，但係一樣我好中意嘅運動咯。足球對我嚟講啊，已經叫我一個人生啊，或者係對我嚟講一個自信嘅表現啊。雲峰其實就係我表哥嚟嘅，佢係我大姨婆個仔嘅仔。咁應該就我堂表弟咁上下咯，因為佢形容全部都係表弟噶啦，細細個叫佢都係。但係又未要做好 close 嗰只啦，即係親戚啦。其實好都係過時過節先會見到嘅關係咯。其實今次係同老老實實講就第一次同佢踢波嘅啫，要就係棘少少啫。唔好出啊！依啲唔好出啊！搞唔掂啊！搞唔掂。大家好，我叫郝仁峰啦，而家就係踢緊嘅球隊係中西區，平時打開嘅位置都係翼鋒、前鋒、左右呢啲位置啦。12號同以前踢冠中南區嗰時候號碼一樣。托賴叫做喺青年聯賽，即係青年嘅時期，叫做攞咗好多全港賽嘅獎啊，香港隊啊試過啊，所以係俾到好多成就感我嘅。我 powerful 對住人哋講話啊，我係踢波嘅，或者我係踢邊一隊嘅，我踢過香港隊嘅乜乜乜乜咁樣咯。我叫 Coleman 仔，我是呢个 channel 嘅，唔系我咯，那个 channel 你想点样啫？近期就拍深水埗纪录片啦，好耐都冇拍过呢啲球员独立嘅一个访问片。今日过嚟，我真系唔知道，我今日就跑开咗，我系一个拍片嘅身份咯，我就完全做一个主持同埋去一个同雲峰 battle 同埋俾佢教嘅人一个人咯。好，雲峰，依家系咪有教我踢波啊？系啊，讲完啲废话，梗系嚟个实战啦。而家呢个训练系做紧边一样嘢？而家做咗少少，即系每次例牌踢波前一做嘅嘢啦，身体协调。因为踢波你个人协调唔到咧，基本上都好难踢得喐个波嘅。明白，咁靠你咯。希望我做完呢个可以做到丙组神射手。丙组神射手。好，哇，踢咁高，哎，咁样我又高啲啊！开波，开波，开波。可以只手可以搣埋。出埋系啦，好似行到平時踢波依、這個機緣巧合，就真係要計翻上年啦。上年嗰陣時候我啊啱啱唔踢職業，落翻嚟非職業聯賽咁樣幫手一齊升下班咁樣，跟住我咪過去踢九龍城咯。但你好似錯手喎，今季啦夾咗港波，上季就越早啊嘛。職業雲峰都係因為港波嘅時候先，今次就真係第一次同雲峰踢波，由細到大真係第一次。係啊，所以依個協調動作就係當你隻右腳一升嘅時候。左手要提高，系啦，千祈唔好右手右脚 ，OK， 或者左手左脚，系啦。其实我原本唔认得嘅，因为你想当年你仲系见佢一个小朋友咁样，一眨眼又一个大十七八岁嘅人，跟住仲要染埋头发，型啊，型得滞，系啊，嗰阵时佢系咪银色地头发咁样嘅？好，而家同雲峰咧做一個小小地嘅 battle 啦，或者係學下嘢啦。我冇資格同佢 battle 啦。咁我哋而家就做一個傳中嘅練習啦。我哋輪住傳中波之後攻門，無論頭槌定係腳到後先入都得啦。咁睇下俾大家睇到一個夾組射手同埋一個 loving 嘅射波嘅分別。好 ，let's go！ 哇！哇你！过来！哇！争啲，争啲，争啲！哇！飞！哇 ！OK 咧，黄蜂你斩我几入咧？哇！争啲大细！过来！哇！啊！哇！有啊，点啊？哇，飘咗，冚，啊，唔知个波冚落地啊 ？OK， 试下，冚落地啊！哇，真系好啊！传中嘅时候，云峰
叫我頂頭槌，就是向住個龍門硬頂落去又得。咁我一聽落我都拗曬頭嘅，但係我踢嗰陣時真係試下，咁又真係做到，即刻頂入咗一兩球啊嘛。個人嘅目標，上年喺九龍城都叫做攞咗個越早神射手啦，今年睇有冇個目標啦，俾自己攞埋甲到嗰個啦。哇，左腳順好多，又唔係好勁，有啲都要運氣加訓練磨合翻嚟嘅。老实讲，射波方面咧，我训练系比较少嘅。我反而相对我细个嗰时候真系叫就叫进攻球员啦，但系我射波训练系好少好少好少。哇，线尾柱！但如果你话心得，点解我今年可能入咁多波？方法可能嚟自于信心，即系我成日都觉得踢波技术系其一啦，自信心好紧要咯。即系如果你有自信嘅话，你做一件事就会好顺畅，好顺畅。唔使急，将佢分开，提腿走出嚟踢，提腿落嚟走出嚟踢，分开两拍。呢样运动你睇又得，自己踢又得啊嘛。我自己虽然踢唔掂啦，但系都可以赶下啊嘛，都可以睇下波啊嘛，都可以拍下。左脚提腿落嚟踢。细个嘅时候，咁我都会谂，将来会唔会可以踢波揾食呢？但系踢到大概十五、十六岁嘅时候，开始发觉唔对路喎。如果计转折点咧，踢咗五年南区，咁喺南区其实嗰个发展系好相对稳定嘅。但系嗰两年撞正疫情啊，跟住令到好似好多队都唔好少资源去搞啊，机会越嚟越少咯。咁我先转型退咗落嚟。嗰個進步會咁慢咧，點解會咁渣呢？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慢慢放棄咗踢波呢條路。去到十七、十八歲開始就轉行變咗拍片咯。而家我退咗落嚟之後，另外一個抱負可能叫做係，因為而家有兼職教波咁樣噶嘛，又唔講話作育英才嘅，即係嘗試一下教導一下新一代，睇會唔會有啲改變咯，令到佢哋。我轉咗做全職教練，其實個年資唔算長。好彩嘅就係我身邊嗰啲教練咧，就其實全部都好有水準嘅。由我啱啱出嚟，即係踢完職業出嚟教波，其實我都係乜都唔識啊，方法唔知點樣啊，唔知點樣去組織一班人去練波啊。到我喺佢哋身上裡面學到好多教波技巧啦，令到我有個提升咯。好，陳藍綠去得。要慶祝啊！哇！又出埋嘅，我預備嚟啦！藍色、綠色、綠色喺後面啦，係啦，所以你要觀察，係啦，上翻嚟橙色 ，Go！ 係啦，用腳內側細力，腳外側，射波冇問題啊，係帶嗰個唔使太心急，好棘啊！其實由細到大咧，因為我都係踢區隊嘅，仲踢踢過少少球會啦。咁但係所有佢哋嘅訓練都唔會用呢種方式去訓練咯，因為我西教足球學校嗰邊嘛，我成日去佢哋 office 咧，佢哋西班牙式真係咁樣練嘅。話説咧，今日啲波咧全部都係飄馬，仲要西教足球學校，同埋我哋兩個人嘅衫都係飄馬。係啊，boot 唔計，因為飄馬被 sponsor 我啲 boot 啊，所以我未有啊，所以飄馬快啲 sponsor 我。好，预备蓝色、橙色、绿色、蓝色。好好啊，即系至少我 feel 到同我由细到大个训练模式唔同先啦。由一开始，首先练反应，跟住再扭波、再射波，呢啲嘢平时讲真，我踢青年军嘅时候真系完全冇接触过咯。系，好靓啊，顺畅成件事。即系可能已经转咗行啦，喺疫情嗰、那个时期，即系嗰阵时系做教练冇保障噶嘛，封晒球场，咁变相咗个教练人数就退咗好多，好多都转咗行，甚至乎而家疫情过后，班教练都未必会再投身翻喺呢个教练行业度，所以咪变咗人数越嚟越少咯。咁我始终都要有班教练去教班僆仔噶嘛，会有好多中意足球嘅就话，哎，咁我考个牌啦，反正可能我个仔都系踢紧嗰队波，咁我考个牌，咁我咪顺便可以教埋波咯。咁样实质真系踢过波嘅球员去做教练就会相对少咗好多咯，咁个质素就会慢慢拉开。
講真嘅話，其實我都有考㗎。咁點解我都考到呢？咁就可想而知，成個足球香港嘅足球圈子有幾咁怪。印象之中 ，Deepa 係可以教小朋友踢波嘛？小朋友踢波教佢哋喐下、踢下波、掃把腳咁都得㗎喎。但事實上其實唔係咯，好多嘢係要由細個去建立開始，個意識上，即係例如個態度上都係啦。你始終學踢波，你一定係由細去有一個良好嘅訓練係好重要的。本身我哋識踢波班都冇做教練嘅。即係個教練人數少嘅，咁變相咗就真係焗住要揾啲技術相對冇咁好嘅過嚟一齊教咯。我諗住考牌都係教波揾錢嘅啫，邊度我諗話要為香港足球貢獻，要教識啲小朋友啲咩嘢？即係我自己都唔識我點樣教人，所以我依家就冇再行教練呢條路，就係咁解啦。好，跟住我哋而家射十二碼，同雲峰嚟個少少嘅 battle 啦，每人射五球啦。好，邊個射先啊？你猜好。先我射先好，十，你先你射先好，嚟啦，冇啊，即系遇翻都系一种缘分啊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藉住呢个缘分，咁啱佢而家又拍片喎，咁啱我哋就成就咗今次呢个拍摄活动啦，咁希望我哋日后又可以多啲机会出嚟踢下波啦。1-0，稳稳阵阵先，搬路快啲先，搬路，搬路。似啊似啊，搬龙咪咁样咯。第二边，香港队啲球迷嗌紧你啊！我哋由细到大都中意足球，但系就行咗唔同嘅一条路。云峰就去咗踢波，我就去咗拍片。但系最尾因为都系因为呢个香港足球嘅圈子，所以 group 翻埋一齐，好特别嘅呢种感觉。大家都系亲戚，大家中意踢波，但系行唔同嘅路，但系最尾要 group 翻埋。系啦，又系又系边个嘅？呢个系沙拿嘅，沙拿沙拿，唔系沙拿再高啲，射得好过沙拿啊！中间，好，仲有一追，有一追，哇！呢一球好炒嘅，哇！救翻我喎你，专登嘅喎，哇！果然系我表哥，哇 ！OK， 稳阵，稳阵啲，都系攞个角，好。十二碼勝出者雲峰，多謝。哇！不過真係小射，平時小射。我自己嘅抱負啦，我係好想去 push 到香港足球啦，建立一啲球員嘅，即係令到佢哋出名啲啦，會幫佢哋諗辦法去鼓勵好多球員。我自己私底下都會做呢啲嘢嘅，即係用我嘅能力啦，去做一啲嘢出嚟影響到香港足球咯。短期內有咩目標達成得到啊？首先啲片多啲人睇先咯，我自己好相信。媒體的威力嘅，想幾多 view 啊？我真係坦白講，拍片個都一定想高啲 view 噶啦。咁我一定係想100,000嘅，但係你要知道拍香港足球其實冇可能咯。即係基本上而家講緊，可能我哋拍嗰幾條已經係即係可能香港足球要有史以嚟最高 view 嗰扎片噶啦。咁所以我哋點樣突破佢呢？我哋就要大眾化咯。咁如果我哋做咗大眾化，咁啊代表香港足球就多咗好多人睇啦。Subscribe， 我真係依方面冇諗嘅喎。我做完香港足球的片才發現，其實看香港球的人真的不興 subscribe， 我不明白為什麼。你看到一些其實做了幾個 channel 是專講香港球的，都是連10,000的 subscribe 都到不到，這些順其自然，大家想 subscribe 就 subscribe， 做得好就有人 subscribe， 是不是？如果這樣的話，應該由15歲，15歲的時候開始講，因為15歲是叫做剛剛你真的懂踢球了，即係叫做有啲競爭啦，咁啊嗰陣時去咗傑志青年軍度踢嘅，啊好好彩咁拎咗啲杯賽冠軍，咁啊有得出外踢嗰啲叫做嗰陣時叫萬年超級杯啊，係啊，咁啊出咗去上海，見識到出邊中國啊其他國家嗰啲球隊嘅實力，跟住就翻咗嚟之後，跟咗流浪，咁啊開始體驗，即係一邊喺流浪操。一邊就繼續可能踢下港隊青年軍啊，甚至乎有機會嗰陣時有機會跟一隊練波嘅，所以叫做有一個預先期俾你熟習一下職業練波嗰個模式咯。咁去到18歲嗰陣時就踢咗橫濱 FC， 咁啱日本有隊橫濱過咗嚟話喺香港搞隊波，咁啊第一年嘅職業生涯就係俾橫濱，咁啊之後就過咗去元朗發展。跟住就係我頭先所講咯，咁由港甲變咗港超嘅時候，
球隊少咗，咁我選擇都少咗。咁但係嗰陣時又有個機會可以去美國，咁啊試完翻嚟之後咧，再踢翻啲可以踢到，即係俾到機會我發展嘅球隊咯。就譬如話流浪啦，咁嗰年我喺流浪真係得到好多出場嘅機會嘅，跟住再轉戰就係漫長嘅五年南區嘅足球事業啦。咁啊嗰五年其實都非常之享受啊、進步啊，都係嗰五年發生噶啦。咁之後就轉戰翻非職業聯賽啦，就係、是。